你呢？来，干了。吃饭了。嗯，你坐那儿，坐那儿。好。今天吃啥饭了？哎，我一瓶。还没饭喽。你饭了，快点。好厉害呀！刚刚都给我拔火一回半了。刚刚拔火了。终于我，你看雨上还湿的了。没烫着咱吧？没，不热了。两分钟。你好厉害呀！你这吃的啥饭呢？这是吃的中午呢？都几中午饭？都几点了？应该都五点了。五点了不都？下午五点了，现在。好吧，中午他吃饭的点上闹嘞，啊，也没做顿饭，我等他睡着了再做吧。我这吃饭没点儿，俺妈忙嘞，然后我这两天中午没管我的事儿啊。我知道睡着了做的饭，不都睡着不都这个点了？不是黄瓜炖粉皮儿啊，好吃不？你看吧，就那样，我随便一顿能吃饱多少呗？这样简单呀，好弄嘞，不麻烦。你一会儿吃的，我看着都没味儿。哎呀，不得吃不得吃吧？你是真不老实啊！你妈妈吃个饭就不吃啊，就吃不完了。哎呀，现在对于我来说，能安安静静的吃个饭，我感觉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了。真的。哎呀，你看吧。要抱他吧，要不？你抱住了不？抱住了。抱了，你吃。爸爸了，哎呦，哎呦，坑我嘞，还坑我呢，还坑我呢，嗯，你干啥？东西我都收拾差不多了，也没啥东西。坐这吧，坐这。你吃吧。我吃了，我吃饱了。你吃呗，你我抱着咋弄了？你得吃饱呗。我吃饱了。你吃多少啊？你？这是第二碗，我刚刚吃了一碗了，那一碗吃了吃快吃完了，就来给我拔火了，我又盛了一碗。有点小了。第二碗。